SHE 近日一段黑历史被翻出，牙齿会不会痛痛的？而这背后操刀的恶魔就是他梁鹤群，以及当年的节目主持人吴宗宪。近日在上宪哥和 Cindy 的节目提起此事，表示早期身为制作人，为了帮当年刚发片的 SHE 放松心情，特别请来电疗气功大师，再加上宪哥的不按牌理出牌，让整段节目成了很轻的，很轻的。第一次很怕，他很怕，他很怕。没有，好。这酷的梨花带泪的，真让人心疼啊！梁鹤群还透露，经纪人因此发火抗议。你们看，你看，你们这个单位就是骗人的单位。那一旁的 Cindy 都开骂，原来是你欺负我的偶像。只能说早期的节目真的是太会玩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